好啦，第七題係揾個毛嘅，即係咧邊個 number 出現嘅次數最多咧？咁樣 for the following sets of data， 咁睇個 case 啦，三個七，咁所以個毛字咧就七，即係好 straightforward 嘅啫。揾毛出現次數最多個 number， 咁如果係 sort 好咗個 number 好易睇嘅，就譬如依個廿六三個。咁其實毛咧，如果有兩個 number 出現次數一樣咧，咁多咧就兩個都做毛都得，要 case 咧都係得廿六嘅啫。